哎呀，同志们，刚刚看完老罗的直播，不错，老罗挺拼的，挺喜欢他的，我进来的时候比较晚了，正好他这个直播那个刮胡子，跟你说，胡子不是那么刮的，知道吧？先把热水开开，把毛巾泡上，一定要热毛巾，敷一下，哎。趁着热，兄弟，今天给你们直播一下什么是刮头刮胡子。先把头敷上，敷上呢毛孔就开了，知道不？然后拿上这玩意儿，不用太多，老罗这抹的太多了，给你们看看，就差不多这么点儿，就够了。哎，先迅速的拿走。闭的啊，不要抹到肉上，尽量全抹到头发上。但这个需要经验啊，一看老罗就不怎么那个用这个剃须刀。我这剃须刀用了，哎呀，4年了吧。剃须刀不用经常换，换刀头就行了。为什么先抹头哈？把头抹完了，剩下手上不是还剩点吗？手上剩下那么点，立马拽上去，爽，好，哎，你看，咱给你刮个头，感觉一下，其实超简单，这个水龙头要一直开着，要一直淋着冲着这个刀头上的那些啊，这个什么，而且头发如果是长的话。一定要先剪掉，要再刮，要不太长了。这你看，这刀就这么5刀头的，足够用啊，知道吧？足够用啊。一边用啊，一边涮，一边用一边涮。首先从头这个刮呀，要顺着刮，要逆着刮，不能顺着刮，逆着刮就像这样。这就不能，就这儿不能正，不能这么往下刮，就从这儿往上刮。极度的舒适，因为刀头上是热的，知道吧？刀头上是热的。听这声音，你们觉得多爽？听着，哎，爽不？然后开始刮上面，从最顶门开始刮，听着。我连看都不用看，一刀就过去了。你看，最多补一刀，补一刀。好，这边结束了啊，再说这边。你以为这孟非、郭德纲的头谁给刮呀？难道老婆给刮吗？这都自己刮，对吧？都是自己刮。爽着嘞，就剩下后面了，快速的给你刮完。有极度的舒适感，是吧？结束了，同志们。快吧，以后币圈光头肯定多，因为我是光头，币圈我朋友最多啊。行了，就刮到这儿了，同志们再见。